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那我们上一次上到的，是不是我们在说修持禁律的时候，修持禁律可以应该以主要三个大方向来介绍。第一个是什么？是从连接嘛，他把前面的修持精进之后要连接到禁律，所以他是不是以说劝说要发起禁律嘛？首先第一个，那如果要修禁律的话呢，首先要了解什么？要禁律，要对治什么，或要断除什么，要去除掉什么，所以要了解禁律的要对治的过患，或升起禁律的那种障碍是什么的时候呢？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在介绍说什么？不管是内在的心思，还是外在的扰乱来讲的话呢？他说的是内外都要适宜的吗？以我们特别是我们初学的在来讲的话，不仅仅是内在的有它的障碍，外在也要到一个应该说很适当的修持。像我们一开始的初学者来讲的话呢，如果有经验的话，一点差别都没有。可是如果以初学者来讲的话，最好是离开一些大家会让自己分心或者会烦心或者扰乱的，是不是？有些我们也是这样，你看明明是好像。我们一般来讲的脾气都很好，可是碰到这个人或碰到这个人，那个脾气火就升起来的时候呢，那如果要修禁律的时候，尽量要跟这个人远离啊。就是明明可能还可以升得起来，可是脾气坏，这个人听到他的声音也好，看到他的相貌也好，等等来讲的话，那个火气就来了，或者心思就没有办法来讲的话，这就代表说什么？这是我们个人在修禁律的一种外在的障碍吗？但内在的障碍当然是什么？我升起的各式各样的那一种的，胡思乱想或者颠倒等等来讲的话，这些来讲的话呢，那这些一一介绍了之后呢，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开始准备说什么？那这边要正修其禁律了吗？而正修其禁律，因为他这边是在讲说发大圣的发心，或者我们讲说发起菩提心的缘故的话呢，那一般菩提心，我们有听过的话，我们有听过，是不是它有分两种的主要的方法来升起？一个是我们所谓的七因果的升起，看这边的话呢，可是以几天菩萨它主要是什么？它是以自他相换而升起的。一般我们来讲是什么？是如果是透由自他相换的方法而升起的菩提心的话呢，它一定有涵盖到七因果的方法。它是按照七因果的方法来走的时候，可是如果有七因果的方式而升起的话呢，不一定有到自他相换的来讲，因为自他相换是什么呢？自他相换它比较是要配合着一种智慧，很强烈的这种思维，它不是只是那一种观想或者一种发心而已，它是配合着非常强烈的后面的这种的智慧，特别是什么？我们今天开始讲到的话，它会很多对峙，说为什么有自他相换或者自他平等呢？它是开始说什么？开始说什么？没有所谓的独立实体的我嘛？我们所谓的我执，我们一般人的所谓的我执的我所指的话呢，当然我执一定是指是持那种独立实体啊，不一定，可是。以我们这种凡夫或者一般人，99%都是什么？都是把我执跟我爱执好像并行的、不可分离的两个为互相的好朋友了。我爱执也帮助我执，我执也帮助了我爱执。你说，可是我爱执一定就是跟我执在一起吗？也未必然，也未必然。可是
常常往来就是这种。所以当我们在这边讲说透由自他相换而升起的时候呢，它最主要是什么？它是透由原因，或它是有透由一个正理，有这种思维而去对什么？对自我爱子的，去对自我爱子。我们所谓的自他相换，最主要升起的是什么？是透由正因而去对自我爱子。和当然，我们所谓的我执、我爱执，为什么有伤害？为什么有过患？为什么要去除的话呢？这是我们在后面这边都今天都是慢慢准备开始来讲。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讲说，那我执到底是什么？我爱知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过患，如果不清楚的话没关系，后面他都会一一讲起的。可是我们知道说什么，我爱知的意思是什么？是我爱知就是说我们升起菩提心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因为我爱知。哦，不能升起菩提心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爱知了。所以菩提心要升起，这个我爱知要慢慢放掉。我爱子如果没办法压制掉的话呢，菩提心是不可能升起来的。所以是不是我们以前在讲菩提心的功德以及菩提心的形象的时候呢，虽然菩提心是说我要追求佛陀的果位，但是跟我们一般的人说我要追求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一般我说我 像我的话呢，我说我要追求的东西一定的话，一定是说我要为我自己而去追求这个吗？如果我们所谓的菩提心是有说，哎，我要为我自己而去追求这个，纵使是正确的佛陀的果位的话呢，我们说什么？这也都不是菩提心。为我一个人去想要希求佛陀的果位，或者我们说什么？哎，我为我自己，我想要去生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为我自己，我要想要去见到阿弥陀佛的话呢，这个都不是所谓的菩提心了。菩提心所发起来的动机，或者我们一般讲说菩提心是有两种需求的，它有需求他力以及需求自力的。需求他力是什么？是它的因嘛，为了一切的有情作为它的推动力，它的发心。但什么呢？我自己要获得佛陀的果位。可是很奇怪是什么？是它是为了他人而自己要去希求佛陀的果位，所以他不是为我自己去希求佛陀的果位，他是为什么？我要利益广大的一切的如母有情，我要去获得圆满佛陀的果位的话呢，这才叫什么？这才叫做菩提心。所以我们菩提心来讲的话呢，它是什么？我们讲说它应该是一般是符合两种的希求，他力以及自力二者。他力为因啊，这个虽然我们不是说菩提心它本身有在为他力追求什么，这个不是。他们这个时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什么？是我们说它符合两种要求，什么？一个是在因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为他力的动机而去追求，而它自己本身什么呢？它是希求无上菩提的佛陀果位的。这样子来讲的话呢，这才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菩提心。那当然我们后面再介绍自他平等、自他相换，他所有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升起菩提心的缘故。我们会再次的再跟大家介绍，再详细介绍菩提心一样呢。那我是想，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讲，我们想说那我们大概可以到明年的时候，我想说我们应该可以把入菩萨行论介绍完毕之后呢，我想说我们下一个会介绍，或大家有机缘的话，和大家也有一些人希望的话，这个也有在中大师的这边里面，到目前为止还有传承的什么，有我们所谓的叫菩提心事，或者我们叫菩萨戒品事的话呢，这都还有。和我们有一个好处什么，这个在中文是有的，法尊法师有翻译的时候呢，那我们因为是不是已经学了，在这个等于说整个学完之后，我们会对菩提心有相当的了解，或者有一点点了解之后呢，可是大部分我们所了解的都是什么？大部分都是愿菩提心的那一个阶段。那
行菩提心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要配合接受菩萨戒吗？我们配合接受菩萨戒，但其实配合接受菩萨戒的时候，那当然很重要的是应该是要了解菩萨戒的十八根本堕四十六个支分嘛，是不是？我们在看别的守戒的或者在戒律的几个科判，他是不是就说什么应该是要先了解说所受的戒的话呢有什么殊胜，不守的话有什么过患，以及如何去守护，他以及如何去守护的话呢，第一个他一定会说什么，那戒的违缘或者戒的这个障碍会什么呢，他一介绍了。所以我们介绍的话他一定是说什么，哦，如果这个十八根本堕破的范围啊或者界限在哪里，我们会慢慢慢慢开始跟大家解。所以我们想说这个介绍完毕，为了可以对菩提心有一个更详细的了解的话呢，我们会去跟大家介绍菩萨戒品，就是宗大师他主要以什么，我们说一般升起菩提心的仪轨是有分两者嘛，一个是有依着几天菩萨所写的入菩萨行论里面的升起来的方法，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在第一品的时候，是不是不是第一品，对不起，第二品的那个时候来讲说升起菩萨戒的这个仪轨有这样子。另外一个什么是特有菩萨地的，就是我们在瑜伽四地里面所谓的菩萨地里面的而去讲的时候呢，那我们想说什么，我们介绍完这个入菩萨行论之后的话呢，那我们还没有在介绍菩萨戒品之后，当然还是会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受菩萨戒，还有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那在听的话那个意趣比较更为大的，那或者如果没受听菩萨戒那个菩萨戒的话，它的意趣没有那么大。还有我们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是在我跟大家以前讲有略略讲过，我们说我问过我们台湾汉系，他说很多人受菩萨戒要点戒疤那样子，我藏心没有不用点的，那大家不用点戒疤，所以不会有这任何他们。因为我小时候，我那时候我又一直我跟大家讲故事，我那时候我小时候很奇怪，我对这个应该有还是有一点点的习气吧。以前来讲，以前看人家点戒疤就觉得哦那个很英勇啊，很酷啊那样子，他觉得说自己要点，那时候才七八岁吧，我妈说不能点，我就觉得一直说我为什么不能点呢、啊？我要像人家一样点呢、啊？她就说你还不适合的那样子的时候，那就一直来讲。可他们说什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汉系居士啊，居士不会点在头上，居士是在点在那个手臂上面，那是什么？这是受菩萨戒之后，他是所谓在受菩萨戒的时候以这个去。以去应该说他们说燃身供佛啦，应该有这样子来讲。可是这是后面的习俗，我们按照历史来讲，他不是没有这个，因为他们是看到和尚要点那个戒疤来讲。我不是跟大家讲，以如果大家有看过，除了汉地以外，没有任何的僧众有点戒疤，就是佛教徒，我不是说别的，就是以佛教徒来讲，除了我们汉地以外会点戒疤以外的话呢，没有任何一个佛陀教，因为所以知道说什么，这是我们汉地之后而流传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在历史上面来讲的话，那个时候给僧众的福利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有些人想要过分的利用的时候，他说要点戒疤来辨真假。可是以在以前在印度也好，西藏、蒙古乃至南传的来那僧众，他们都没有点戒疤的这个习俗，就是完全是汉地汉传的这种的特殊的来讲。可是总之，我们想说，在这个介绍完毕，我们会大家大概了解了菩提心的殊胜，了解菩提心的殊胜之后，那我们再去受一次的菩萨戒的仪轨的时候呢，哎，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了解菩提心的胜利，菩萨应该做的是什么来讲的话呢？虽然大家不要看我们说，哎，好像每个礼拜就学一点一点一点，可是它慢慢慢累积成多的时候，哎，这个以后对菩提心的体会也好，菩提心的感觉来讲也好，会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后面会这个
菩提应该说入菩萨行论介绍完毕，我们会从说菩萨戒开始跟大家介绍宗大师的入菩萨行的依着解释，怎么就是菩萨戒品，我们再以就是十八根本舵、46个支分舵，和如果以后再慢慢大家有对戒的有兴趣的话呢，我们想说。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说什么，因为居士他毕竟他所了解的是 要了解的比较有限，可是我们想说大家可以对五戒乃至对八关斋戒的里面的戒是那为什么立出这些，他的传承是什么来立出来是比较重要，乃至到后面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那种所谓的金刚三昧耶戒，可是当然在金刚三昧耶戒的时候，我们一般我们就不会让大家 有直播的，因为本来金刚乘的这个来讲，它本来就是少数，它不是给未获根器者不应该听的时候，所以当然有些人有比较广泛的去来传的，可是我们说一般来讲，我自己的认知是觉得还是以严格以谨慎为主。我们不是跟大家上次老师，我记得老师跟大家也有讲过故事，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在哲蚌寺有一个老法师，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传承也非常非常多。他从西藏的，应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大部分是在青海，在拉普楞寺那边的。他受过很多很多传承的时候呢，他本来是来到印度，他本来想拜见尊者，跟尊者可能受过一些的法，他就要想回去，可是尊者特别叫他留下来，就是传那些。传承，所以他很多人是跟他去受传承的时候呢，但人家说什么？那我们已经到21世纪了，那我们能不能用网络来传承的时候？他说他觉得他自己也说什么？他的认知是说什么？他说以传承来讲的话呢，应该是要在现场再坐下，这才算传承的。如果然后人家说，那如果尊者来讲，为什么？他说那个我们两个不一样嘛。以开许的人他有什么正量来讲，我说那说为什么佛，我像比如说什么佛陀他可以透有写信就让人家出家，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子？那佛陀是何等人物，我们本身是何等人物不一样的时候呢？所以那个师长他自己就说什么，他认为说哎，我们可以透有网络，大家可以来听一些了解方便的确有，可是如果要获传承来讲的话呢，那还是以现场来讲。和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唯一我会跟大家比较有来讲，唯一是什么？是没办法来嘛，很有需求心，因为大家忘记了我们在看，在佛陀用书信让人家出家的这个时候，尊者常常引用的这个例子，那个例子是什么？是他没有办法到佛陀的座前。很想去，那个的人想出家是什么？是很想要去，可是因为种种困苦没有办法到的时候，那佛陀知道他给他这个允许，透过书信而出家的时候，那个才成，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透过书信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常常讲说什么？如果大家有那一种的意乐，很想要来，可是什么？可能时间背景。或者距离没办法，可能是可能像我现在我在台湾，或者以后我乃至如果回印度或者在哪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大家在同时间想要受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有这个的方便来讲，可是它是什么？我是不是说，可是不知道说给一些的开许，所有人都有这个开许啊，那变得到什么是有些是本来在比如说在连隔壁。或者我还看过有说什么，那时候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借口了，有些人知道什么说什么天气太热了，所以我今天就不能，以前还有什么天气太冷了，那也有来讲的，或者就说什么我今天有什么饭局，那我今天就用网络看了吧，那我说这个来讲你就知道说心里面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了，有一些是什么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像我举一个例子，我说像我们以前在台湾这边刚上课的时候，我不是说我做得很好，可是我说什么，我记得那有一段时间我去美国上课，可是为了要配合
在台湾大家要想说，大家可以得到亲自的传承，可以亲自的什么？我每天上课，我是凌晨两点钟起来上课这样子，啊，凌晨两点钟起来上课，上到四点半之后，他开始为了这样子来讲，就什么？为了对法的尊重来做这个来讲的时候呢，那大家如果是想要把这个看为重，要获得这个传承的话呢，有办法的话，我是建议大家有尽量的可以来到现场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很难说开始，特别是到最后是什么事，特别如果要介绍到一些有关密法的或者密乘的东西，那更不应该或者更不是有这样子而去传的，特别是教授。所以我们那时候会再跟大家讲，那个是慢慢想说，那我们对一些的了解，当然还没讲到密法之前，当然我们对显教的方便跟智慧要有相当厚的基础，没有这个讲密法的时候，那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他常常讲说有极深成佛，他不是越过这些来讲极深成佛的这个道理，是以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为相当厚的基础的情况下，才可能我们才可以谈到密法，或者没有这些来讲，那个说什么持什么咒啊，或者来讲说还就极深成佛，那个是难上加难的，那个不太可能的人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在后面来开始慢慢讲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一般他说以前传承上师所讲的，以及来讲的话，我们会等一下要介绍到自他相换的仪轨的时候。一般来讲说他什么，他是会介绍七因果以自他相换相互交替而生的。这个我们在盘木大师所写的掌中解脱里面也可以看到，他是什么呢？我们像我刚刚有略跟大家讲的时候，如果有符合七因果的升起的话呢，不一定是有符合到了自他相换的法门而升起。如果他有具备了自他相换来讲的话呢，他一定有七因果的道理来符合了。为什么？我们之后大家如果慢慢去看自他相换，以及修平等舍等等这边来讲的话，会知道说什么修自他相换的时候，它不是那一种茫然或者不清楚的，它是有什么有一个很强烈的，它也不是只是一个性为标准，它是有一个什么，它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正理在后面的。就跟我们以前在学四谛一样，如果有些人是学四谛的话，什么是因为佛说为原因来讲的话呢，那对四谛的真正的道理或者真正了解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就大概就说佛陀说的四谛来讲呢。可是如果说什么配合着那种这个后面的苦集灭道的这个道理而再去思维的时候呢，他就不仅仅只是以佛说出这个道理为他相信的原因，而是他真的有自己有思维，那个对那一种的理解或者那种需求就不太一样了嘛。那我们也是什么，就像我们以前在介绍中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为佛教徒的定义是什么，他是不是说什么就是承认三宝为自己的皈依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很多来讲说什么纵使是佛教徒也不一定是佛教里面的所谓的中义者嘛，是不是他觉得说什么，他不是觉得说比如说佛教徒的国王、皇后、王后、王臣、百姓等等，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他只是把说佛陀承认为自己的皈依境，但不一定说佛陀为什么是自己的皈依境，或者我为什么要皈依，佛陀到底是什么都不了解，他只是一个性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个比较薄弱了吗？这就是一个性为以性为它的主要了。但是当我们说为什么中义这么重要，是什么它所升起来的对三宝的信心或皈依是什么，是透由智慧而升起吗？也是我们在什么在宗大师他为什么他证空性之后，他大家如果看到他最后的缘起站回向说什么，他是不是由法而生性了，他说我在此时此刻是透由了解法的
意涵去了解空性而带罪什么对佛陀的信心的不一样的时候呢，那就如同像这样子的一样，所谓的七因果升起来的时候呢，大部分如果 只透由七因果呢，很多是透由可能是透由性而已，性为主的，而说一切众生作为我过我的母亲，所以我也要知恩报恩，对这个要升起愿意慈，把他要想要给他好的，那升起大悲，希望他们可以脱离痛苦，脱离痛苦是我的职责，增上益乐，而升起了菩提心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智慧来讲的话，这个来讲的话，是不是以性为主比较薄弱，比较说有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原因，或者为什么要升起来，都还不是很了解。而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加上了自他相换，再配合在刚刚以上的升起的方法来讲的话呢，那就跟刚刚以上的完全是不一样了，它不仅仅是以性而已了，而是说什么是透由智慧而升起的信心，由此而在希求为利一切如母有情而希求的佛陀果位的话呢，那是完全的不一样了。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们在修心八记里面的话，大家不是在修心八记的最后有说什么，我们修心八记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在第七记他说什么，他说无论直接与间接，愿现利乐与慈母，如母有情诸苦患，我愿暗中自取受。那个这边翻的是说我愿暗中，他是这个在藏文他不是我愿暗中，他是我愿秘密的啦，我愿秘密的，这个暗的意思不是好像我偷偷的或者偷居取巧的，他是我秘密的。和他们很多说我这个秘密啊，或者我来想说什么，这就是以前不随便传给人家的，这是有应该说根器适应根器适当的时候才传这个自他相外的。因为他什么，因为他有些地方是像需要配合很多的解释，由智慧由正理而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以噶当派的传承来讲的，说由自他相外而神奇的，这个说我愿暗中自取受什么，就是我秘密的去修持，而这个什么，这个暗中是什么，就是以自他相换的这个一轨而去做持的。好，那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我们上次已经准备开始略略开始要准备要讲的是不是正修禁律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什么禁律，是不是他上次也跟大家略略讲过了，禁律是他修任何禁都可以，禁律所要修持的或我观修的这个禁呢，没有一定的，没有说好像我们就一定要修菩提心才可以。他乃至说什么修对石头啊，对呼吸啊，对阳光啊，对太阳啊，对月亮啊，对火啊，都可以升止的。所以我是不是常常跟台湾开玩笑，我说什么好像有些人现在啊，他看手机，是不是你在讲话，他理都不理人，我就说这个人入定了嘛，这样子入深深的定，动不起来，那就是什么，他等于说是不是你看他有些人看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只看到他的手机，他连你跟他讲话也好，跟他碰他也好，或者什么都动不起的话呢，实际来讲这不是所谓的定了，这个只是一个来讲，可是定的状况升起来的时候有一点类似这样子。他可是跟刚刚看手机不一样的是什么，我说那看手机是不是他专或者入在那里面，他是什么，他是管感官世界去只是专注在一个地方来讲的时候，我们入定的来讲，他跟我们的感官世界是没有相关联性的，他是用内心的意识而去圆一个境。所以有些人是说什么 要睁开眼睛也好，或者闭着眼睛也好，或者说什么看着鼻子来做什么什么也好的话呢，这个说实际来讲的话，修定的话跟我眼睛在看什么是没有相关联性，没相关。反而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或者有慢慢修
止或者修定的这种一点点经验的话呢，他慢慢在修持的时候，这个感官世界的东西都会放，我们不要说停止，可是它会放缓慢。你看，如果等于说什么，我们是不是他刚开始在我们第一堂的修定的课，很多人什么、你慢慢把呼吸放慢，是，他慢慢他心慢慢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个脉搏就会开始慢下来。大家如果有发现的，他的呼吸会慢下来，和那个时候对声音的那种感官，他慢慢会淡掉，会比较开始会有一点遥远。那当然，眼睛所看到也会慢慢淡掉的话呢，这个是以修定的来讲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在做对于时间的感官呢、或者对那个他会慢慢放远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不是看以前的公案，有些人说什么他一入定可以入个一座香啊，或者他入一天啊，或者乃至好几天的话，是不是我们以前在介绍九柱星的时候，是不是他也就是这样子？他在于说止跟观升起的时候，什么他乃至可以七天入定来讲的话，这个等等的话呢，他因为什么？他把感官世界的东西放慢了吗？以及说什么？以及说那种所谓的用我们那个初始需要依着初始，因为我用现代的用词，我说他把感官的世界用掉的话，我觉得他的消化系统啊等他需要摄取的东西就不用像我们这样子了，就不会有，因为他当然他摄取的初始没有，他也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排便啊，或者臭气啊，或者我们那种流汗啊，他会越来越少。那是因为什么？我们本来就是来讲，所以上次大家还记得大家问那个老师说，那个拉仁巴大师在早起他是用摄取的话呢？那我们一般来讲说什么？那是配合有一点有关秘法的，他有一点来讲，可是他什么？他是说有一点强烈的三摩地的定的功夫，他透有什么？透有一般的这种不是我们食物，不是我们所谓的食物的东西，可是从什么？从外在的物品的养分。它可以获取，或者乃至从土啊，或者从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它有这样办法去吸取这些的精华了。所以我们以前我记得我有看过的，有些我不知道，可是它有些什么，就像我们说，有些人是透过太阳摄取那什么维他命 D 啊，我们就有看过那种印度的修行者也好，或者藏西的修行者也好，他们说什么，他们在修那个摄取，他从太阳去摄取它，所以它一天它不太用需要用食物的。像我不是跟我大家，我记得好像我跟大家讲故事，我以前因为一般这个人已经往生了，所以我们才讲那样子。我记得说那时候他去深山闭关的时候啊，那因为我每一年，因为我们从以前就跟他认识的很久，可是他闭关的时候，他可能15天才会下来。那个买东西啊，或者去理发，为什么15天下来布萨？可是我每次我去上去达隆萨，我说什么？因为是我们的，应该算他很努力在修行，也是和好朋友什么？15天，我上去的时候，我每次我都帮他买一大堆的那个伙食，就买一些来讲的话，我说那你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说那个一包糌粑也就那么久啊，那你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就想办法啦。那就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到最后问他什么，他可能说，我对有这种可能是透过这些精华而去摄取的话，有很多人在现在的话，他还有这种的能力了，他就不需要那么的依这种所谓的初始，这也不是佛教的特殊的，这个是应该说内外道共同的。像什么我们说像佛陀那种6年苦行啊，或者乃至现在的非佛教徒的话，有些人真的是有这样子，他像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只要有机会以后来讲，有些人在深山的喜马拉雅山下大雪的时候，他不穿衣服，他也没有，你看喜马拉雅山区那边也没有什么初食，可他可以维护的，那什么他都是12年这些印度教他才从喜马拉雅山区下来，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像大法会，他们集合，你看那就 很奇怪，这些人怎么有办法的，可是就 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这些的特殊的人，
还是存在的时候，只是我们比较少接触而已啦。啊，那样子还是有这样子来讲。那总之，在修纸的时候，我们可以修任何的镜，可是为什么我们不修那种像石头啊，或者火啊，或者阳光呢？因为这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趣嘛。你纵使你对这个东西升起了纸，那又怎么样？升起纸的话，我们从无始以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升起过纸无数次了，可是现在还是一样啊，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啊。我们都有升起过，可是来都没有什么的话呢？那现在是什么？是透过纸的这个跳板，如果可以对它升起什么，升起菩提心，或乃至是空正见来讲的话，或者乃至对于说四谛来讲的话呢，这就不用怕了。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乃至如果可以升起菩提心的纸的升起来到某一个程度的话，纵使如果要依这样子而去地狱的话呢，那几乎就是根本没有苦的了。他以他的菩提心的这个力量来讲的话，生在这个处可是可以那种应该说心态是平静的，或者是他是和那种极静来讲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当然他为了因为所摄取的是主要的缘故，他们讲的这边所谓的指的对象所修持什么，是以什么？以菩提心。那以菩提心的发起的话呢，因为如果我们刚刚讲嘛，以立根者特有正理特有智慧要升起菩提心的方法的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特有自他相换的，和有自他相换的话呢，也一定有符合到七因果的缘故，所以极天菩萨在这边会特有这样子而去解释特有自他相换而升起的菩提心的仪轨。可以说是什么？是在所有的教授当中，不会没有一个经书比极天菩萨对于自他相换而升起菩提心的介绍更为清楚的。我们常常讲说是极天菩萨的前无古人，后也不会再有第二个极天菩萨。这个是极天菩萨他的自己的功德而发出的，而升起来讲的话呢，这个意义的，这也是所有的，应该说是有学那烂陀寺的大圣佛教的这个来讲的话呢，没有一个人不是以极天菩萨的这个教授为主。也他们常常讲，在西藏的注解当中的话呢，应该对于说什么，对于极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的这个注解是最多的，因为所有的祖师大德几乎都会对极天菩萨这边的入菩萨行都会做一个解释。这个不分教派，不分祖师，不分过去现在未来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依着极天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的。好，但大家只要看过的话，慢慢开始对入菩萨行论或者对菩提心有一点点的了解，或者有一点点的话，每每看到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他都有他的每一次翻，应该对新的启发或者新的乃至感动，新的体会会源源不绝的。大家是不是也有听过尊者常常讲吗？他说尊者说他有一本经书是不离身边的，是什么？就是入菩萨行论的。他这个入菩萨行论永远是放在床头，他每一天有时间就可能就是看个一页，看个两页，和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我们以后大家也看，我们慢慢教到这个尾声的时候呢，大家也请不要就是好像学完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就觉得说哎，学完就把它放在那边，就累积灰尘了，或者来讲乃至说什么乃至出来说什么是拿出来可以不时的翻。那如果我们每一看，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寄送我们应该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前前后后的解释的时候呢，那纵使我们没有办法背起来没关系，我们说什么哎，我们就像尊者一样，如果一天看一个寄送，或一天看两个寄送，一天看三个寄送来讲的话呢，看看说我不看解释，哎，我自己看能不能，或者我不去听解释，我自己看的时候，先不要说我有没有内心的体会，我至少在文艺上能不能理解？如果不理解的话，是不是我要再回去看注解了？代表说，哎，我这个对这个的印象，我对这个文思都还不够了。那再去理解，再去修，
那在阶段说什么？那我闻思的阶段够的时候，那我一一对这个当中有没有办法升起一点点的体会？哎，一点点的感觉。哎，从这个来讲，变成是什么？我们讲说造作的菩提心升起嘛，是透由这样子，我们才会有造作的菩提心慢慢升起。它不是我们所谓的造作菩提心，不是说好像我说没有，我说我要升起菩提心，我要升起菩提。这个来讲的话，讲到说什么？再过个一百年，菩提心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升起了。我们再怎么发愿，是我因为我说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说什么，人家说你要发愿去，生在极乐世界也好啊，或者什么，我那时候想说什么，我以为是像我那时候小时候，我以为是像我们说过生日一样，说什么、我要这个礼物啊，我要这个礼物啊，我要这个礼物，这是叫发愿要生在极乐世界，这是要发愿要升起菩提心的话呢，这个实际上不是我们发愿要升起菩提心的，或发愿要升起去到极乐世界的方法。所谓发愿到升起菩提心，发愿要升起极乐世界的是什么？是哎，我在我内心当中开始造作起可以升起的因吗？我在我的内心可以升起这个造作起升起菩提心，也这样子才可以成为菩萨，也才可以什么生在极乐世界的因是什么呢？是我是不是透由仙人祖师大德告知升起菩提心的方法，我在内心当中慢慢慢慢串习，慢慢慢练习，慢慢慢练习，慢慢练习的话呢，哎，这个慢慢练习，它会有升起不同的感觉，它会有那种慢慢可以升起来的。这个可能是一两年、两三年没有什么感觉的，可是过了五年、十年，一定有感觉。这可以保证一定会有感觉的。可是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升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开始说什么是。我说我发现我说我之前我都还没有很了解尊者在说什么。那时候刚开始尊者不是跟大家讲说他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对菩提心跟空正见两个都很好要的话，可是空正见是觉得说一定可以升起的，可是觉得说这个菩提心是太遥远了，怎么可以升起的时候呢，是来到印度的时候在跟我们所讲库能拉玛的这个上师听过入菩萨行论，以及在不断的讲说入菩萨行论，开始说什么从觉得不太可能的而开始有体会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也听不太懂为什么这样。我说我那时候就认为说那不是听懂菩提心的教授比听懂空性容易的很多吗？哎，菩提心应该是很容易的就懂了，空正见还可是到之后我们是常常跟大家讲那个以前的祖师大德讲的教诫，说什么是菩提心是容易懂啊，要发起来不容易啊，空正见是什么是很难懂啊，可是比起来的话呢，升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嘛。哦，来讲慢慢来讲，那虽然现在还不敢说我不敢像尊者说我有发起菩提心，可是至少是什么对菩提心很好要啊，他觉得是说什么如果只要努力的话呢，应该这一生后半生努力的话应该是可以升得起来的，如果只要努力的不断的修持的话呢，哎，不要说未来啊，这一生应该是可以，我们又有榜样像尊者这样子可以升起的时候呢，只要有努力的话它是可以升起来。如果升起来的话呢，是不是我们前面讲到菩提心的功德，说什么何时升起来的时候呢，纵使我是这个轮回身，它就是变成一切的人天都应礼赞的礼敬的，那乃至什么的话呢，如果我们从努力一点的话，第一个是说什么？第一个是从地般的菩提心，第二个是什么？如金子般，发到如金子般的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菩提心就永远不会退转的。这个从菩萨的位置，它永远永远也不会退转的时候，所以不管说什么，纵使要去三恶道，那怕什么？那个菩提心是跟着走，跟我们修止、跟修取以前的智慧或者知识不一样的，这个是不会退转的，他会跟着走的时候呢，哎，他有他的相当的，所以至少我们从现在开始说什么，我们第一次听入菩萨行论的话，哎，我们先种一个很扎实的一个习气的时候呢，那他有机会的话，我们说可以给大家最好的礼物或者最好的帮什么，哎，时不时大家可以再拿起来看一下。我们说常常跟大家讲，或者我跟大家讲的课诵，我说大家做很多很多课诵。我说真的不如
你做客诵的时间，你拿当然大家要知道，我说我要再讲，不是说大家不要做客诵哦，不是说大家也不要大家听太多广列，像我大家说，如果可惜你讲说不要客诵，你怎么每天你也在做客诵？对，我也有很多客诵要做，可是说什么？在一个不懂得客诵的花很多精力跟时间去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脑筋体力都还足的时候，不如说什么每天拿一个寄送来去好好的去思维。哎，我说我念了多少万遍的咒，好像说什么多少遍的时候呢，不如说什么哎，我从一个一个寄送，一个一个寄送来慢慢阅读，一个一个寄送慢慢来看。但如果没有别的因缘，我找一些人一起看嘛。我是不是说，因为有大家，我觉得我这几年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我有机会再重新的一次看了《入菩萨行论》，再重新一次看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再重新一次看到这些的经书来讲的话呢？那可能是，如果我在寺院的话，可能很多都是在教辩论，在这边来讲的话，你这边要去这个议题，可是什么？这个是更广的，和跟大家讲说什么？很多是我们要讲的更清楚嘛。有些是跟那些在寺院的僧众来讲的时候，他不用讲这么的清楚，或者不用这么白话，他有一些东西用共同的语言。可是，在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解释的时候，什么是要把它好像摊得一清二楚嘛？这边完全要看得清楚的时候，是什么？要自己消化许多再给大家来讲，大家才有办法来听取的。要更努力的去思维，更努力的说，我怎么把它用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来讲，乃至语言没听懂，我们怎么用不同的语来跟大家讲嘛？好，所以大家来讲的话，那我们慢慢前几次我们介绍来讲说自他相换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已经介绍到这边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来讲说到了这边的第88集后面的这个假山，就是如何修止？我知道我有讲下一个的站的一季，可是我想说我们从边来复习的话，这个来讲的话，那我们去正修的时候，这边两我们会看到后面它会分两个主要的方法来去修，或者两个要准备的。首先是什么呢？是说什么？我没有比人家重要。第一个是来讲说什么？我们自他是平等的。我们讲说平等舍。我们讲平等舍的时候，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说，我们在什么？在修一切众生，我们不是讲四无量心。舍无量，我们是慈悲喜舍嘛？舍无量的时候，很多人说什么？佛教徒是不是讲说是那种没有感情啊？那种说远离爱憎等等来讲的话，那你就没有感情的话，他这个是不了解了。我们所谓的远离爱憎，不是说要远离爱，他是远离那种随顺烦恼的爱了。就是我们随顺烦恼的爱是什么？是你看我们一般爱是不是就是只爱我喜欢的？爱我贪着的，爱我想要的，可是我跟我没关系的，或者我讨厌的，我就不爱了嘛？就代表说我们这个爱是什么？是应该是随顺的烦恼的爱，或者随顺烦恼的悲心啊？是不是？你看我的敌人被人家打，太还很爽啊，那样子被人家那种什么等等来讲，可是说什么我爱的人或者我的朋友被人家揍，我是不是才升起悲？这都是所谓什么？这都是叫做随顺烦恼的悲啊！那不是我们这边经书里面所要说的这个悲，或者所谓的大悲。所以我们在远离爱憎、平等舍等等，这个爱是什么呢？是远离那一种随顺烦恼的爱啊。那嗔更不用说了，那嗔就只有烦恼的随顺烦恼来走。所以这个舍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我对大家或者对大家全部没感觉，而是说什么？因为知道自他一切众生，这是说什么？希求离苦得乐这一方面来讲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比谁重要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说是什么是希求离苦得乐的。所以在这个来讲的话呢，是不是为了一切的众生来讲的话呢？我不应该只说我对这一个部分来讲呢，或者来讲。或者每一个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时候呢，是不是？所以尊者是不是常常要讲，现在讲说我们讲21世纪的说世俗的道德啊，或者不结合宗教来讲，他说是什么？
不结合宗教的这些道德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不要跟佛教有关，是什么？是把佛教的或者宗教的这个智慧带入到群众嘛？以一般的方法来讲，像他 举的什么例子来讲，他最近尊者在举说什么，像和平来讲，或者在特别二十一世纪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我们说如果要真正的和平，真正的那种和睦来讲的话呢，不可能是透由我外在的想到说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或者我想到这个 我保护这边，我让那个地方受殃或者受灾害等等的话呢，在二十一可能以前的来讲的话，我们往昔可能来讲的话，可是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想法都已经过时了，应该反而什么说什么，你看我们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来讲的话呢，我们何必要分说哎，这是我的国家好像这么明显，那个国家是那来讲，我们是不是从更宏观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住在一个地球上面来讲，一个地球上面当然有分很多的种族，很多的应该说行业，很多的贫富等等等等，可是不管我们贫富也好，教育也好，或者地位也好，或者肤色也好，或者男女也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需求，什么都想要快乐嘛，都想要和平，都想要和睦，这个来讲的话，透过这样子思维的话，是不是才可能是真正的和平，或者我们说用什么在刀枪下的和平，那不可能有一天是和平的嘛，这个只会造成更多的报复，更多的伤害来讲的话，所以这边来讲的话，这是什么？不管我们从现代来讲也好，或者从一切众生来讲的话呢，这个自他平等的去观思维是很重要的，以及这个不仅仅是自他平等的时候呢，都有这个权利。那我从自他相换，自他相换是什么？就是我们角色对调嘛，用白话一点来讲，就是角色对调了。我以前是别人的死活可能我都不在乎，我只为我一个人去来讲，或者我只想要来讲的时候呢，那我们想想看说，如果我从我只为我一个人去着想的时候呢，我有得到更多的好处吗？我有得到更多的便宜吗？我有在什么来讲的话，在这个时候还是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那如果从无始以来是这样子的话，我用我这样子的方法来讲，我没有得到一个什么真正的成果，何尝我不试着用另外一种方法？而我开始用一个叫什么，这个说什么，所谓我为他人去考量，为他人去找，反而会什么，越为去他人去着想而去做的话呢，自己所获得的会往往比人家多。反而你看嘛，我一个人为我一个人想保护的这个人，是不是往往的他纵使是财富为非常有钱的话，最多最多我们前面讲是不是就一生到最后来讲是不是孤苦伶仃的，往往没有什么来讲。可是说什么，这个人你看他可能外在的财富不一定是非常的富裕，可是什么，他很轻松的每看到人人都是朋友，人人都微笑，人人都在，是不是他这个时候今生也好，临终也好，乃至带来下一生来讲的话，这一定是欢喜的。这个来讲的话，我们透过什么，因为他这个人有自他平等的时候，或者自他相换的时候，你不用说嘴巴说出来的话，往往我们就会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的。他散发出来的我们现在用的磁场也好，散发出来的感觉也好，自然人家就会什么，就被他吸引了。因为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因为这个人爱我比他爱自己都还大，他比我这样子更为去为我去着想的时候呢，那不会说我们就去想这样，是不是？你看我们说小朋友为什么会说第一个就想要说要去接触妈妈，因为说什么，因为他是他的避风港，他知道说这个人是比爱自己更为爱我嘛，比为照顾自己更为照顾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全心全意都投注在这个人的身上？就像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有一天如果有真的可以遇到，
或者接触到菩萨的，或者我们周遭有菩萨的话，他就会有散发出这种 的感觉了。如果有知道这个菩萨的话，真的我们说 你怎么知道是菩萨来讲的话，我说这个人的感觉就跟人家就不一样了。你坐在他的身边，或者听他讲的话，或者不用从他从他的行为，不用言教，从他的行为举止，你就可以看到。那当然，这个行为举止也要有什么很深厚的那一种的正理的话，哇，那个是这个是万中或者千万之中，只能那个时候我们说只能说只遇不可求的。那个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要珍惜的了。如果可以遇到这样一个师长，或者这样的一个在自己的身边来讲的话呢，那是不仅是今生幸运，是我们生生世世的这种的走上成佛之道的那种的幸运呢。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第一个是说什么是讲自他平等，以及第二个是说什么自他相换。他讲说修自他平等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后面的这个略说跟广释。那略说的这个地方来讲，就是我们上次来讲说这个第八十九计，就是修自他平等里面的略说的话，是这个说什么远离诸尘缘，施彼具功德，尽习诸分别，观修菩提心。说什么呢？说远离诸尘缘。那什么来讲的话呢？说什么以及说什么远离之后的这些诸尘缘，就代表说什么我们以上对于说什么外在的那些的扰乱嘛，外在的这些的杂乱的这些来讲，慢慢慢慢来讲，以及远离的什么，就是隐居处嘛，我们是不是这样讲阿兰若嘛，隐居处的阿兰若的这个功德来讲的话呢，施彼具功德嘛，是不是远离了这个外在也好内在的等等来讲，外这个前面这两句主要是说什么？比较是从外在的，从外在的这个扰乱，不管是人、事、物等等的，可以开始慢慢分离的时候呢？哎，这个是不是刚开始跟我们一般往昔的不一样的时候？可是他说什么？这个有许许多多的功德嘛，视为他的胜利，自然而然的话，我是不是就跟这个就不会那么在意这个外在的？是不是我们？常常我跟大家讲，大家说以后，哎，如果我们去印度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什么？我说大家不要想到说我去印度会有什么好吃，或者好穿、好睡，或者天气好，或者交通好，没有一个是好的那样子啊，没有一个是好的。可是我们说什么？要想说什么？哎，我去印度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要去听法吗？我说如果不是，我说我也不会去印度啊。我说实话来讲，我说。我虽然啊，我说虽然因为在那边住久了，我说印度食物我也还蛮习惯的那样子。可是我说，可是如果为了吃喝穿来讲，我们这边的条件都比那边好太多了，没有那个必要。唯一会想要去那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法嘛。所以纵使我在这个上面交通不方便，吃的不好，睡的不好等等来讲的话呢，哎，我知道这个来讲是不是这都等于是次要了？不然如果没有的话呢，是不是有些人去那边来讲，一开始一到那边，哎，抱怨那个，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哪里不好，哪里太硬，哪里天气，我还带过他们什么，今天太热了，你看好像我可以改变天气一样那样子。我说我也没办法改变天气啊那样子，或者哎，每天在下雨啊，怎么来讲我没办法啊那样子，或者啊，我们坐车为什么要坐那么久？那我也没办法啊，印度就是这样子啊。等等来讲的话呢，什么？所以呢，一样这样子来思维的话，那我们现在要思维什么？那如果我思维是要菩提心、羞耻的话呢，是什么？可能是很多的外在的条件没有那么好，或者没有那么的好玩，没有那么的多彩多样，各式各样的这个来讲的话呢，可是。我们再思维一下这个等等来讲的话，是不是它带来更多的过失？我们前面讲的它各各样的这个轮回的过失，以及如果我可以再 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话呢，哎，我使内心沉静下来了，哎，可以去思维的话，是不是它有许许多多的功德了？以及说什么静习，还有我是大家还跟大家我说前阵子大家还问我，他说
那可是你那大家走了之后啊，你会很孤独啊，那样子，或者会不会害怕？我说没有，大家走了之后，是我一天我可以做功课啊，看经书最好的时候啊。他说你不会怕，你一个人。我说拜托，从14岁就一个人离家了，还有什么好怕的？那样子，现在已经都离家都30多年了，在一个人在这边来讲的话，我常常就那时候我常常就引用那个《入菩萨行论》，不是前面有一个偈子。来的也是一个人来，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去。如果在世的时候一个人都会怕的时候呢，那时候走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不是走的时候也是我们一个人走啊，谁也带不走的时候，那不如什么？不如现在先串习一下嘛。先串习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要走的时候虽然不想想，可是所有的人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来，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走啊。所以呢，在世上来讲的话，有串习的话，走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也不会那么害怕嘛。那样子来讲的时候呢，那是不是来讲的话，这个隐居，所以施比具功的什么隐居的这个远离的这个诸种功德去思维之后呢，净喜诸分别。那因为外在的条件有停喜的时候，是不是内在也才有办法去慢慢缓慢下来呢？就像我们说什么，我们是不是在持戒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子吗？持戒是什么？从我外在的先由身语的平静，因为身语的平静的时候呢，才有办法使我内心这种扰乱去止息的一样呢。那我们从什么？从外在的这种花花那种来讲的话呢，或者大家不用我去介绍，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什么？你看我们今天如果白天或者做的事情是那种杂七杂八，或者很杂乱，很思维各式各样的。我们往往是不是我们做梦或者晚上睡觉就是不安眠，就是不安稳。那常常来讲的时候是那种翻来覆去，或乃至做噩梦。很多是什么都是从外在，所以我说我可以跟大家讲说什么？我从学法之后，很好，很奇怪的是什么？从来没有做那种噩梦。所以人家说什么，我那种做噩梦啊或什么，我说我真的没那个经验呢。因为学法了之后，可以说什么，从现世来讲的话，我说100%睡眠会越来越好。为什么？我们思维的就是正面的思维，是好的时候，是来调伏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那个成果来产生嘛。那可是说什么各式各样的思维杂七杂八的一样的那些来讲的话，是不是往往在晚上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很多人有些人很难入眠的也有，或者至少纵使入眠之后他做那种很恐怖的或者恐惧的那种梦或者噩梦，或者哪一次我还碰过有些什么，有些人在呐喊啊。我别的没有碰过，我碰过很多人讲梦话。那来讲的话什么，我不是以前有跟大家讲过说，我还记得，因为我去闭关的时候，那个老师的家人是负责照顾我，来帮我护关的。和那个时候他们住宿就很拥挤，就小小的我们，可是他每个人就是把僧人放在他们的佛堂里面，他佛堂里面他们让他家的那个像爷爷一起住。他那个爷爷因为从59年那个逃出来到印度啊，他那时候也是僧人，他在之后他还俗了，但他一路的时候，可是我第一次来讲说，怎么半夜他就开始那种一直在叫，那乱叫，那乱叫乱叫。他有时候会说梦话，说你不要抓我啊！我说我要跟你拼了，那样子等等来讲，我说他为什么这样子？他说他我还吓一跳，我说怎么晚上？他说没，我们习惯了，他已经这样子30年、30年。我想说，你看那种不要说是别的，他一代表说他虽然这个老爷爷他也很努力哦，他每天都在持杜母咒。他每一天在念杜母，他说他一生可能念了几千万的那个杜母赞，他把那个我那时候还第一次看到，他把那个念珠全部念到平平的那样子，所以他一直在磨，就是一直他在持的时候，可是他在晚上的时候，他虽然因为他一直保持在心里，那时候，所以他最后我们到最后，我一直在跟他交接，我说虽然时间很长的在这样子，说你就把他慢慢要想办法把那个网从那个时候逃出来的那种的阴影要把它放掉啊。来讲的时候，他之后说后面他睡的就比较好，有人给他一些的这种的教诫来讲。所以往往的话，
大家如果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是睡眠不好，或者有些是那种乃至我们现在很多现在的那种忧郁或者那种的那种思维那种很沉闷的来讲的话呢，大家要想办法说什么，就是要把我们这种的外在跟内在的扰乱要慢慢去止息一样。如果要使内心的杂乱要止息的话，首先先从外在的杂乱要来止息的。你外在的杂乱都没办法时间止息的话，你内在根本没有机会让它去平息或者来止息的。所以来这个来讲的话呢，是远离诸尘缘，施彼具功德，尽习诸分别，就是那种杂七杂乱的那种想法呢，观修菩提心。在这个时候才有机会我们去什么对菩提心去升起，去修持菩提心。这个因为他这边所谓的观修，这边来讲的话，他因为我不会把它观修进，因为这边还没有一定要去观修，因为观我们是去检测，这边来讲还在讲说修止嘛，就是什么去修持菩提心，在藏文的也是还没有一定要说去观的，就是修持菩提心这样子。好，那所以他就想说什么呢？那我们这边要去修持或者去除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去修持菩提心嘛。他是从总说的或者总设的，我们说我们要止息以上的，不管是身心。所有的扰乱，所有的这些的障碍，所有的这胡思乱想，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去升起或者修持菩提心而去说，所以大家总的方向来去讲。那从广的去讲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用什么？用在总的这个时候呢？好，因为这边的科判的话呢，跟我们这边这本不太一样的。在这个来讲，在总说的这个地方还没讲说。他后面来讲的话，应该在总说这边来讲的话，如果知道说我们要去修菩提心的话呢，那应该用什么方法去修？那以何方法去修呢？后面这个来讲，应该说略说以贾朝杰大师的科判来讲的话，89偈跟90偈都在略说当中，或者在总说的这个地方。是第一个是说，哎，我要去止息我内外所有这些的障碍跟扰乱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观修菩提心。那如果知道是要为了要观修菩提心的话呢，那我应该以什么方法或者透由什么样的方法去修菩提心呢？就是什么什么首当勤观修，自他本平等，避苦求乐同，护他如护己。那说什么的话呢？所以说什么我们如果从一开始正确的方法，好吗？从修菩提心的话呢，不需要说什么，我到某个阶段呢、啊，或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修自他相换呢？是什么？从一开始啊，从一开始就可以修平等换了。这个平等换就开始可以开始什么？所以什么？很多人以前有问我们问说什么？他说：“哎，那我是不是在修持的时候，我要先修出离心？”在修菩提心，或者我还碰过很多人说什么，哎，我程度不够，所以我没有资格去修菩提心，我程度不够，所以我没有资格去修空真界。我说那你要怎么去修？我要发愿，下辈子我可以修菩提心，下辈子我可以去修空真界。我说哦，那你有那么大的保证说你下辈子还有机会可以修菩提心啊？你下辈子还可以有机会去修空真见，那你我们凭什么有说，哎，我下辈子不如说什么，哎，我现在有因缘，我现在有得到教授，哎，我现在在那种难能难遇的这个机会我都遇到了，不止遇到，我有需求想要修持了，不止想要修持，我有得到正确的教授可以去一一修持的时候呢，那比这个更狭满，比这个更珍贵的时候更在何时？没有在这个时间呢。所以反而应该说什么？当然我在内心升起的次第是什么？哎，我是先升起出离心，再升起，如果立根来讲升起空正见，再升起菩提心等等，这个方法来讲升起的次第是如此。但是什么？在修持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哦。我从一开始我出离心还没升起，我就可以跟着也一起修菩提心，菩提心还没有修持的时候，我就应该不要说可以，应该说应该啊，
出离心在我内心中还没有升起之后呢，我一边修出离心，我一边也要修菩提心，我一边修菩提心，我也一边在修持空正见。这是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开始修这个了，我一开始就做这个来讲。所以这边是不是在这边一样？吉田菩萨也就说嘛，说首当勤观修自他平自他本平等。说什么呢？这个自他相换的这种来讲是什么？我们一开始从一开始啊，这个首当什么？就一开始就应该来修持了。有智慧的，有知道正理来讲的话呢，我们不用想别的方法去修菩提心，也不用等啊，从现在从这个时间就可以开始修菩提心了。真的，我说我们往往我说这个有教授跟没教授就差了。我说以前我记得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在这边的寺院，他就说什么：“哎，你们讲菩提心那太遥远了，那种好像你在讲故事一样的，所以哎，不用很注重。你要什么？你注重在什么听闻鬼理啊？听闻在什么医师啊？啊，当然不是说听闻鬼理跟医师不重要，可是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应该是修菩提心吧。”是修菩提心才有办法去成为菩萨，修菩提心才有办法成佛。这个来讲的话呢，这才是更为重要的来讲。因为什么？他们会说什么？那你还没有资格，你怎么有资格去修菩提心啊？好像说这个是不允许的。来讲的话，不是不是，你看从吉田菩萨应该来讲说什么？从不管怎么样来讲的话呢？从一开始应该就要修持菩提心，不仅仅是一开始就要修菩提心，是我还没升起的时候，我就要刻意的去努力，在我内心当中去升起这个。我从慢慢，虽然可能是修得很差，可能修得不太正确，或乃至有错，就是要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这样子的阶段来开始的，从慢慢慢慢像画葫芦，就是硬修，在内心那样不断串习的话。那最好是什么？从一开始的话，可以的话，从最有强烈、最有力量什么，就是从自他平等、自他相换的这个方法而去修持的。那是什么呢？他是怎么来讲？他说：“避苦求安乐，就是什么？应该说离苦求乐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说离苦得乐嘛。我们常常讲说，那离苦得乐这个再来讲是说什么呢？这个是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友情不仅仅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的需求，他也有权利，也有这个资格，也有这个的能力去需求离苦得乐吗？他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友情不是想要说我不要痛苦，我要快乐吗？是不是从小时候为婴儿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了？每一个都是想要说什么，我所做的就是简单来讲是什么，就是我不要痛苦，要快乐嘛。乃至到什么，乃至到菩萨也是啊。你说菩萨有没有需求？也有啊，菩萨也是想要离苦得乐啊，他想要究竟的圆满的离苦得乐的时候呢，那是思维这样子来讲的话呢，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透过这样思维这个平等来讲的话呢，那我有什么权利，或我有什么资格？比如说什么，好像我比人家更重要了。那不管我的身份，不管我的学问，不管我的地位，不管我的行业，不管我是男女，不管我的年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相同为离苦得乐的本分也好，或者本质也好，或者他的这种潜能也好，或者他的权力也好，都是相等的，没有说我比人家重要，或者他人的比我的重要来讲的话呢，那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或者去思维这个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应该尊重一切？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说很多人说什么我应该尊重一切生命的，所有的生命是我们要追求的尊重的。可是 很奇怪哦，你看我们说很多人说我要尊重生命的时候，可他又想到说什么啊，我可以尊重人，可是那个动物我就有权利去打骂或者杀什么来讲。可是有些人是什么，现在我们现在年轻一辈，我发现什么，说他什么，他把他的宠物看成说是要离苦得乐，可是比人还什么，比人还重要。他说什么，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什么，那我看到他们说什么，我说
看到你那个宠物死掉之后，你对你家人往生的时候，你会不会一样的感觉？那样神奇都不一定的。那个对那个宠物的离苦得乐的那种想法，都不一定是对自己的人的那种想法来讲的话，实际上来讲的话，去推广去思维一点来讲的话，是不是我们对一个宠物也好，对一个动物来讲也好，对一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思维的话，从离苦得乐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我在保护我的这种的离苦得乐的这个权利，或者这个去需求来讲的话呢，那不是所有的人也有这样同样的资格，所有的人也有一样的这个潜能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应该要同样为这个来去维护的。如果可以思维广一点的话，不只是众生，我们现在什么，连我这个地球环保也是应该去这样子。虽然当然我们这个地球环保它没有心事，没有这个说离苦得乐的时候，可是什么，我们这个地球是我们应该现在应该算70多亿快80亿人口的这些人一起共用的时候呢，那如果我要大家的离苦得乐，我们在同一个地球的话，那我们只有这个地球，是不是我应该说想多想方法去保护这个地球，不要什么，不要乱浪费资源呢？不要乱浪费来讲的话，你看我们是不是？我说我特别在今年的时候，或者我说这个五年，在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说我们这个地球的环保的这种的温室效应是谁也不能骗的，这是我们不用用比度去推的，这是我们用限量就可以了解的，这个是每一年每一年的热度开始的。我都有时候怀疑说什么，我们经书到说我们这个节要结束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是我们说是火节来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火节要开始的应该说前端都开始，可是他还可以推演呢，我们在这个还有办法推演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能力，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说什么？少用资源嘛，多什么？我们多回收啊，对，多珍惜这些来讲，不要浪费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你看想一想，我说，如果我想我以前在美国的生活来讲，对能源或对环保，好像觉得说就是轻忽了，也是为什么他们说，你看全球的能源所用的，美国就占了40%，所造的垃圾占了一半，我说这个来讲的话，这个是不是就很恐怖的？你就知道说，这个的去浪费来讲的话，这个就什么呢？这就是没有自他相换。为什么觉得说我有权利，人家我不管的？我没有想到我的平等，就是我重要了。可是以前可能是我们没有这么多，没有到这么发，现在是大家是互互的，是在有相连的。我们只要在这个地球上面，我没有办法说，我可以这样子用，人家没有这样子的权利。这个我们在从自他平等的第一个，不要说是从为了无上菩提而去思维，从第一个我们从现实生活上面来讲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好，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是从略说而去广去思维的话呢，有去思维说自他平等来去分出什么是，那说什么，那自他平等的意趣是什么，那自他平等的意趣，或者我为什么要去修自他平等，第二个说什么呢，那怎么去如何去修自他平等，第三个是什么，是修自他平等的利益或者功德，那第四个是说什么？如果我修自他平等的话呢，是一定有能力可以升起的。这个不是在讲故事，也不是好像说，有些人能升起，有些人不能升起。只要努力，或者只要去修持这个自他平等的话呢，一定可以在内心是一定有能力可以升起来的。那第一个来讲的话，他会说什么？他说，那因为有些人会有这边从这边他思维他的那个想法说什么，那因为众生是无量无边的缘故，那我因为众生是无边的话，我怎么可以想说，大家就是说，跟我一样啊，或者呢就是说我的职责啊，或者来讲的话无量无边，我怎么有这个心力去思维呢？
那来讲说，那如果是他们来讲的话呢，他们的苦乐的问题是应该是只有他们了，不应该是由我去负责，太多了嘛，太多了，我根本承担不了，我根本负责不了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那后面这边几天菩萨就是以对这个回答的话说什么说，那手足之虽重，互如身则同，众生苦乐殊，求乐与我同。那说什么来讲的话，那纵使我们在身体是不是我们的支分或部位各式各样无量无边的嘛，从手脚头身体各式各样部位是不是我们都爱惜的一样嘛，就是什么，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什么它是同样我一个身体里面来讲的话呢，我是不是不会 我不会觉得烦啊，我说因为它就是我的这个身体的部位的一部分，我就会想要保护它嘛，不要说别的，纵使是我的指甲我的头发是不是我都要保护了，是不是我们以前看过来讲说人家随便剪我的头发，人家随便剪我的指甲，我都觉得，或我说我断了一根指甲，或者乃至有说什么人家碰我一下，我说哎，你都来讲说什么，因为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是不是都是视如珍宝的在保护来讲的时候，那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呢，纵使说什么呢，纵使众生是个别个别多数的众生，他说这边来讲的话，什么众生的苦乐虽然是个别个别个别是无量无边的个别个别的话呢，可是什么这一切来总而言之跟我一样，说什么我们是同样一体为众生，我们同样为众生是一体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都是有一样的一个追求，就是离苦得乐，我们离苦得乐是相同，虽然它的个别个别的相貌，个别个别的喜爱，个别个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哦、可是我们可以总是说什么，我们全部都是一样的，都是友情一样的，都是什么，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就像什么我们同样是追求离苦得乐的一样的，这个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我同样一个，就像同样一个身体里面的，不管它是手脚头任何的部位身体一样，我们一样的爱护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全部是什么，我们同样都是一样，都是希求离苦得乐的同体吗？离苦得乐的同体里面只是什么，以各式各样的自己的，应该说自己的相貌，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希求，自己的模式来去需求离苦得乐而已吗？所以这个人呢，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平等是什么？平等不是说 我把我的东西给人家我们变一样，不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是从更宽广去思维，说什么我们所有人对于离苦得乐的这个来讲的话，没有谁是比谁重要的，没有人是比他更为，来讲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权利，所以什么呢，就像我爱护的人一样，那我从更思维的，我不是因为什么狭，用被那种狭小的原因或者一些颠倒的原因说我去爱护这个人，我现在是为了爱护人，是什么，因为是什么，他希望可以离苦得乐的时候，所以我希望给他乐处，和这样子对于我的今生的或者我周遭的来讲，那我开始慢慢把心胸推广，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在说我们在修平等舍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第一个修持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哎，我们所缘念的是刚开始是，哎，今生没有太特别的时候，可是什么开始对什么，哎，我可以慢慢对这个人有升起一些的感觉，或者有一些的，哎，我想要去给他离苦得乐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推广嘛，把它推广到往外的，和对如果可以升起知母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说什么都一定是从今生的母亲从开始的，我今生的母亲的养育或者爱护我的一样呢，那我开始推到每一个众生，从开始慢慢慢这样推，慢慢思维的话呢，那从什么，我们从开始的每个众生是离苦得乐的相同，再开始把他说什么他对我的恩德如母之恩的那样子的话，就跟我今生的母亲是一样的话，就慢慢一的推广下去了。所以这边来讲的话，第一个我们这边来讲的话是说，那为什么要去修的，应该说自他相换的原因，或者如何去修自他相换，和第二个开始说什么如何去，那
如何去修自他相换呢？那如何修自他相换来讲的话呢，我们会从两个科判来讲，会因为他有两个疑惑。一个说什么？因为是他者的缘故，他的苦乐的话呢，我怎么有办法去取或舍？跟什么呢？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去观修这个原因？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自他平等的观修或者修持的话，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说，自他平等或者自他相换的修持，不是说我真的有办法把人家的苦拿到我的身上，或者我把我的乐给大家，或者我说什么所有的一切的人的苦乐都变成相同的，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什么？我是从我自己发起的升起是什么？是我以前可能只会对某一些的人能升起，或者某一些人想要他有好处的时候呢，我现在慢慢什么？是我从把心胸放宽广了，从更广的来讲说什么？从一切的友情，或者乃至我没办法一切友情的话，那至少我说从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我看得到的所有众生，或者我说什么？那如果我说畜生我还没办法，至少我可以帮助我可以利益到什么？是我周遭的人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以慢慢我们在特别在开始从这边开始讲自他平等的时候，是不是说对一个佛教徒的他的最应当的行为是什么？是最好是当然什么什么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人，以一个说什么他都有这种的可以离苦得乐权利或者离苦得乐的这个意乐而去帮助他，如果没有办法的话，至少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想要离苦得乐，我至少不要去伤害他人嘛，我至少不要去欺骗，我不知道。所以是不是因为有这样子自他平等的这种的想法来讲，是不是我对我们前面的这种所谓的守什么守不要去造作十黑业，去守护我要造作十善业，更为来讲呢，你看我以前的不管是杀盗邪淫或者所谓的出语等这种语上的事来讲，是不是这一些的这些所生语的功来讲的话，去对他人的话，因为我慢慢开始思维说人家的权利跟我一样的话，我不要用这种的方法来去报复他，就像我不会想要人家来这样子用这种的生语的这种暴力行为来对我的一样，那我为什么要用这种的行为去报复于他人呢？所以反而说什么我们在这边在思维菩提心或者思维自他相换的时候，我们落实或者下手去实践的什么，可以从什么？我们从前面讲的那种十不善去守护，去造作十善业的，这个从这边开始就是我们来讲的，他所行持的跟所谓的自他相换呢，自他相换是我们的动机啊。可是行持上我可以说什么？乃至我说我去帮助别人，我去利益别人。我去造作人家的顺缘的话，这都可以是我们什么我自他相换的一个表现呢？自他相换没有说什么特别这个表现才是自他相换呢，而自他相换是什么？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说我在这边来，我乃至我去捡一个垃圾，我就喂一个鸽子，这种方法都是可以说什么是在我对自他相换的修持。好，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和大家还是记住说什么，就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说下个礼拜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课我们会就是停一次，就是晚上没有，但如果大家白天有来的话，那当然欢迎大家来一起来诵持经典，我们会诵持地藏菩萨的十轮经，这应该是在佛陀在他的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对地藏菩萨的最广的去描述地藏菩萨的功德也好，或者地藏菩萨的宏愿来讲也好，在我们在地藏菩萨的这个比本愿经更为详细的这个十轮经呢。好，那我们大家请合掌再回向吧。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